我觉得它这个双色蜡条很好按呢、欸。对呀、啊，我也觉得。对呀、啊，而且新设计，因为跟我之前的按起来差太多了，真的好好按。真的。对啊，来吧。你之前有在屏东骑过车吗？没有啊，因为我是台北人，所以屏东比较远。但是我真的觉得屏东路真的很宽大，很舒服，很好骑。台北都是超挤的，然后很危险，超危险的。这边就可以直冲。对，所以我觉得真的骑车超舒服。嗯，期待这次的环岛。那我们刚刚有地哦，就是我们每一年都会有那个垦丁的环岛之旅，要不要加入？要加入，那我们举杯。去哪里呢？